头一条新闻就先来看到讲，在最近哦，彰化县地区是一再来出现了500块的这假钱哦。所以这警方警官就报案了后，也亲自来调查。但就最近哦，也抓到这三名嫌犯，因发现讲这嫌犯哦，做这假钱的技术哦是相当的好哦，也佮利用这买物件的时阵来洗钱。所以这业者若是无细理，就会收到这种的假钱。就是这个，哦，盖子灯啊，这样子。这算浮水印了，对吧？对，浮水印。警方人员是提出因所查到的这500块的假钱。根据警方人员表示，最近彰化地区常常出现这收到假钱的情形。因第一接到报案了，是进行亲自的调查。最近发现到这犯罪集团顺利将这嫌犯来抓到。反伪线是用这种透明胶带下去用，镭射胶带，镭射胶带的可是我们一般上面不是会有数字吗？对，正常的会有数字，嗯，他这个没有，他这个没有数字啊，对啊，没有详细看就不知道了，对，用这个下去夹，啊啊啊，夹下去，手工夹的，对，全部都是纯手工做的，哦，是，嗯，厉害。根据警方人员表示，相关的打扮大概就是一般的民众同款，了就提着这假钱到市场地点所在来买物件，又讲这假钱做了成就真的同款。也即个告诉讲，无注意甲看，都是容易会收到这款的假钱。因为个在大家都收集到假钱，留伫市面。民众拿给民众不会拿那边，他都是我们做这个跟收，他都是我500块一张，然后你400找给我，我500几块再给你，他人就走了。然后民众拿到之后，屁股管，会管，来不及打印照呀，对啊。他这样拿就蛮像的、啊，对，蛮像的啊，就这个很像的。那纸钞，他的那个钞纸也不错啊。对，钞纸也不错，钞纸都扣回来了。根据了解，虽然讲假钱犯罪集团已经被抓到啊，但是讲过去犯罪集团利用这秘密件的方式，已经收真侪这500块假钱，也搁伫个市面上，民众卖特别注意，撇边所有的假钱来产生犯罪进行。就是我们出港平报道。